阿宽啊，阿宽昨天着凉了，在家打摆子呢。哎，但是他特意吩咐我把这吃的给爷送来。进去吧。哎。 刘先生，吃饭了。放那吧。
和刘栋才是同一时间被杀的，而且都是在自己的住处。这会不会是军统在整治叛徒啊？一定是，卖国求荣，贪生怕死，这样的人死不足惜。总之啊，让他们呀折腾去，不干扰到我们就好。放心，对我们不会有影响。挺影响的，一点没有也不对，但是是良心的。怎么讲？你想啊，他们对银行这边就无暇顾及了，自然就不会干扰到我们。已经进入租界了，这下安全了。别忘了，我身上还背着租界的东西了。看我的记性。男妇女敢杀四个人，那这么大胆！别废话，带走。走吧。你别动，都别动啊！这位小姐，兄弟们倒是当差吃力，都不容易，有话好商量，好商量。我们也不想惹是生非。只想离开这里。哎，好说好说，让他们后退。后退，后退，后退。说你呢，后退！老乡们呀，枪放下！对不住了，心中默数30下，你就可以走了。不过，你要是敢回头的话，迎接你的可就是我的子弹，明白了吗？明白。一、二、开始吧。闭上眼睛。二、三。不许回头啊！六、七、八、九，25、26、27、28、29、30。团长。人呢？走了，走了。追还是不追？嗯，我说咱追还是不追？你说呢？我觉得得追。哦，那你追，咱们回去吧。哎，哎，探长。
张小姐，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今天必须尽兴。是啊，大家难得嘛。有什么事情可以交给我去办。没事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我们跳舞去。好啊，走。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的吧？再等等。你们怎么才回来？路上遇到了巡捕房的人。巡捕房？我身上不是还背着租界通缉令吗？小事，已经被我们摆脱了。我差点把这个茬给忘了。 没事，我来解决吧。这点小事我自己能解决。你打算怎么解决？还没想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会一直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明白。 9点出库，后勤说这批印钞纸弄错了，要送走。是昨天那批吗？是。如果您真的有什么事情要办，就告诉我吧，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嗨，我能有什么事情？都是银行一些大小的琐事儿。既然来这玩了，咱们就不谈工作。 那您为什么不去跳支舞呢？你觉得这里头有合适我的吗？合不合适，只有您试了才知道啊。再看看吧，来，喝酒。 一起玩玩，嗨，我在这儿喝喝酒，聊聊天，很惬意。其实啊，咱们张副行长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舞伴儿。哎，哦，看样子子墨君的要求很高嘛。子墨君，今儿一定要尽兴，一定一定，对的。啊，对不起，我可能要先走一步。 咱们改日再续，来，景长君，你可要照顾好子墨君啊！我会的。子墨君慢走，来，我们喝，走。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有请安妮小姐为大家献唱，请大家鼓掌欢迎。 张小姐，这
这个就挺适合您的，是吗？应该是。我觉得待会儿您得主动一点，献点殷勤嘛。女人呐，就喜欢这样。献殷勤？对呀。以后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就用你跟老孙的联络暗码及时通知我。 张子墨先生让我来群树玫瑰，他说是他订好的。啊，你等一下。好的，谢谢。这是张先生给您的。好的，再见。
军统此次反应如此之快，说明除了上海站之外，他们还有几股人马潜伏在上海。阁下明察秋毫。 担子很重啊，卑职定当竭尽所能，绝不辜负阁下的厚望。也是，不过以后工作要细致一些，三教九流，要多渗透渗透。是，好，你去忙吧。是。 您的话，给您，谢谢。有什么吩咐，请随时叫我。好的。想得真周到啊，都是周助理指点的好。来，祝您成功，谢谢。 完了です。出発。はい。 報告します。入れ。はい。報告します。我々の荷物は先兵招待により予定通り発送し、そして全ての連絡所への通達も完了しました。よし。ついに南京からの荷物もすぐ重慶に到着するな。シェメイレン計画は。 もう成功する。ご賢明です。荷物の動向から目を離すな。油断は絶対するな。はい。それから李士群と丁立燕にさらに捕獲に力を入れさせろ。はい。え、叶根大臣。是，队长。 싫어!
石总，队长，别说话，石总。 这些是你的了。我听说你这个包打听，全上海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那还用说吗？前些日子，马赫路41号花园洋房里。 四位名媛的死，你都知道吧？知道。这件事情在大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能不知道吗？我不但知道，我还知道这四个人不像报上说的被一个女人杀死的。你还真不白给。继续，你还知道些什么？哎。 那就涉及到了。说吧。痛快。领头的我是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参与了这事的日本人。 先生，满意，全都给我。好，给您，谢谢啊，谢谢啊，再来。小姐，请问这盆云竹是怎么卖的？ 我们的人已经跟踪上市军的运输车了。周彤正在跟踪我，你千万要小心。明白了，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打电话给老宋，4689。我记住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没有了。那我走了。哎，把这个带上，以免被人怀疑。好，谢谢。 23所提供的线索应该是准确的。这个渡边太郎表面上是大和洋行里的一位普通职员，但实际的身份是一名日本特工。说说你的计划。我想请您敲定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社，我会把从渡边太郎那里所取得的日本特工在公共租界刺杀四朵野莓的证据提供给报社。 然后由报社把真相发出去。敲定一家报社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怎么从渡边太郎那儿取得证据。我已经设计好了绑架渡边太郎的方案，我会让他说出真相。如果他不配合呢？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干掉他。 我同意。闭嘴。干掉他。那证据怎么办？
只能再想办法了。不行，这个计划不成熟。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有成熟的计划了。我也没有。哦，那为什么我们不试试秋燕的计划呢？我让你闭嘴，听到没？ 绑架渡边太郎不会有什么威胁，如果他真的不配合，就全当我白做。接下来的日子我自己多加小心就是了。好吧，我同意。 咱们好像在马货路41号见过了，怎么这么快就不记得了？是你们呀？你是那个女军统，啊？记性不错。 不过，我现在需要你把那天的事情好好的再说一说。你这把刀不会只是比划比划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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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你的鼻子、耳朵，最后才是你的右眼。我要让你自己看着我是怎么活挂了你。我说，我什么都说。 行动计划，我会动用相关资源，给工部局施加压力，并发动舆论攻势，予以配合。给出座回电，能否对几个疑似假钞印刷基地进行攻击？是。 这家报社，报社在法租界。你这么做分明是欲盖弥彰。林桑，你这次让我大大的失望了。お静めください。もう一度新聞社に文章を記載させて、あれは記者の手違いだったと噂を広めましょう。
今さら無駄だ。よく覚えておくんだな。はい。青兰，这些文件需要您签字。谢谢。您太客气了。为什么要跟着我？跟着您。我是您的助理啊，我这不是担心您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人知会不是？我不管你是军统的、中共的，还是76号的，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的国家做事。您想多了，您的勤奋和努力，我都明白。那好吧，以后我不管去哪儿，都会把你带上。您真是误会了。谈不上误会，我只是不希望你那么辛苦而已嘛。我想我能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先忙，我随叫随到。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谢谢，如果您方便的话，乐意奉陪。你去忙吧，咱们晚上聊。是。想不到事情大反转啊！军统的这次反击，看似是缓解了林秋燕的危机，可实际上却让他们更引人注意了。这回日本人可是有的忙了，忙于应付，银行那边就会疏忽，通知其他人，1个小时之后开始行动。是。奶奶的！原来是日本人干的。那既然是日本人干的，那女的，那咱还抓不抓？抓，当然要抓。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受后果？这我不能起。明白。哎，你好，约瑟先生。啊，是。是是 ，OK OK， 好的好好的好的，您放心，我马上按照您的意思去办。啊 ，OK OK， 拜拜拜拜。团长，怎么了？工部接电话。转身，越行越远。风吹乱我心，化作灰烟，飞呀飞，飞向地平线。再看不见。
见的地点，一定会度过这个寒冷的秋天。寄给你一封又一封我的思念，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送给你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诺言，好让你等待，等待下一个美丽的春天。吹乱我心，化作灰烟，飞呀飞，飞向地平线。在看不见的地点，一定会度过这个寒冷的秋天。寄给你一封又一封我的诗，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送给你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诺言，好让你等待，等待下一个美丽的春天。